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自言自语实况台，张小艺。好的，我们放了一小蜡烛又逃亡了，我有点慌。哎呀，我怕你哦，过来呀，咬我啊，笨蛋！哎，等一下。不能太出去呢。哦，在这里跳就会被找到。哎，我这里的地形我实在是看不太懂。啊，等一下，喂，哦，他会把这个灯泡给弄倒。原来是这样。哈哈啊！哎，我也算很聪明了，我觉得。我可能要诱拐那只阿飘过来。咬它！
喂喂，这这这，简直就自寻死路。哇哦，等一下。我要让它稍微往这边走一点点。Oh no！ 但我已经变成渣渣了。我已经只剩小小的一点点了，小蜡烛的生命即将到达尽头。这太白痴吗？喂！太白痴了，真的。差不多在，哎，好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，看能不能搞定另外一只。这里来，
被追杀的小蜡烛。那不就一片黑暗？但他并没有找到出去的路，反而迷失了方向。无边的黑暗使小蜡烛感到寒冷与绝望。结冰了。这时，前方传来了温柔的呼吸。难道他要找到他的蜡烛兄弟们？难辨真实与幻象，温暖的回应。果然，蜡烛就是要跟蜡烛在一起。哇塞，等下这是什么？三。跟蜡烛，我可以想象，我大概是要用生命开道。用生命找蜡烛，这边找到一根。因为太寒冷了。还差一支蜡烛，但是我不知道它会在哪里。我怕我不小心就走到终点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短。
差一根蜡烛。哇！我没有走到终点，我没有找到最后一个蜡烛，我得再来一次。先想办法找到那个，走到那个中间的休息站，存档点。照理说，最后一个应该是在那之后的路才对。应该是不会点到一个黑摸摸的地方，应该是不会到这里。但这里看起来感觉是可以跳的地方呀。这个齿轮感觉就很可以上的样子。要不还是再试试。啊哈，不行，上不去。换个地方。旁边倒是有很多不同的齿。
我觉得有可能在那根水管的另外一头。是另外一头好像粘在墙上。哎，那是不是一个蜡烛？哎，那是一个蜡烛。这是一根超级大蜡烛。啊，不是，这是一面镜子。杀自己。太窝心了吧！回到森林里去，点燃森林大火。远方的回音带来希望，原来烛光也可以指引方向。火焰融化了冰霜。等一下。说好火焰融化的冰霜呢？这告诉我们的这个点不能踩。那底下的冰可以踩吧？这踩久了好像会出事。后面会不会有路？我在想。我为什么要这么求真呢？
主要是想看看后面啦，但是看不到就算了。我是因为我想说后面会不会有东西。哎，这个到哪里就会画哎。我去，我应该绕远路，算，七，还有四只蜡烛。我真的觉得后面这边感觉就是会有蜡烛的感觉，不行，我一定要。我一定要过来看看。我不相信他设计的这个样子的东西，居然不给我蜡烛。竟然真的没有给我蜡烛，是骗子。可恶的骗子。哎，我之前这根蜡烛是没有点燃的吗？我以为我这个蜡烛是有点燃的，哦，不是这个意思吧？我每一次回来，他都会算我重新点燃一次蜡烛，是吗？因为他不能事先把蜡烛放在那边准备好，所以我每一次来，他就会当我已经点过一次蜡烛。我等下试试看就知道了。等下，如果蜡烛不够，我就全靠点它。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完，因为我等一下魔兽那边还有团。我是希望今天可以解完了。
个应该是水流吧。看到前面有一支蜡烛，差两只。咦，想前面那里有一只蜡烛。我总觉得我往后走还会看到更多的蜡烛的感觉。哦，没有了，终点到。烛火带来温暖和力量，小蜡烛乘上河灯重新起航。这关有五支蜡烛，周围的尖刺明显不是很友好。我觉得这里不应该有蜡烛，因为如果我去捡那个蜡烛的话，我一定没有办法及时回到船上。所以我觉得它蜡烛应该是要放在一些岔路口，会比较合理一点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决定我不吃这个存档点。我怕我如果吃这个存档点的话，要是真的后面蜡烛不够的话，我会有点尴尬。
毕竟我还差两根。有点黑。哎，好吧，看来一大株是够的。那管没有植物。我那个花瓣是会被刺坏的。好吧，我这次要吃存档点了。我靠，那边我就只能自己下去跳。哎呦！嘿，小鸟，在干嘛？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那这个的确是有点危险。刚刚那里，如果我点亮灯走，会比较好走。行欸，我只要碰到我就没了欸。还好是有存档。
那边我最好还是多闪一点好。它被扎一下就没了，就一下。这边下去是完全没有路可以跑的。弃船逃生。小蜡烛搭乘着河灯。控制一下方对的，毕竟灯塔是冰冷的，所以灯塔的光是蓝色的光，蜡烛的光是黄色的光。这是什么？烛台花？什么？他抬起头，看见洞口处的亮灯，或许从那他们离开这里。好吧，接下来就是小蜡烛爬楼梯了。他已不再绝望悲伤，洞口就在上。哎呀，我怕我今天打不完，加快速度，加快速度。先看一下几根蜡烛，八根。这是炸上天吗？这个是一次性的啊。
电梯过头，电梯要过头了，电梯已经过头。来哦，哒哒。然后，这个地方，这是什么针？起飞啦！喂，Wait. 最后一个蜡烛。花火引燃希望。炮竹带着小蜡烛飞翔。你点亮了什么呢？喂，这是回程的班机吗？哦，这是要过去啊。
为了预防失败。我最好两个都点着。哎，那我先看一下几个，六个。虽然不知道你要飞到哪里，但是还是祝你好运。这个我应该是要撞倒旁边这个罐子，在想，哦，撞不倒。哎，这个也是一个我过去就回不来的一个路线，但前面还有四根蜡烛。哇！这个没有办法点起来啊，这没有办法。哦，这个这次应该可以推倒吧？还是不行推倒。还是没办法推倒。这只能到这啊。可是这样子，我不就没有办法点到这边这个了吗？哦，我把它滚到旁边，踩它上去。
先把这个笨东西弄过来。这爆竹还是一个鲤鱼造型的。穿行着快乐的火光，礼炮为他清扫路障，真的吗？等等，那个中间该不会是一支蜡烛吧？欸，它被炸成渣渣了吗？果然是礼炮。等一下，我炸了什么？等等，这上不去啊！
凳子上不去啊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难不成我有办法自己塞进这个炮管里把自己给打出去吗？乘风而起，这里，这里，OK，好，歪了。再来一次，居然没有打中，居然没有跳中。Go go go！ 艺术就是爆炸。艺术就是爆炸。完了完了。再过来一点，哦，这样可以了。
荆棘丛生也无法阻挡。烟花助他跃上高墙。还挺多的啦。哎，这个。喂，是想炸旁边那一丛的？我觉得旁边那一丛可能藏蜡烛，所以我是想炸这一丛的。哇嘞，没中。这个角度应该好多了。好，等一下，哇塞，这么多个蜡烛。这东西，啊，给点时间。我应该要先点这个，再点这个。这关的玩法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在时间差这个部分，可能要花一点时间。
其实我现在才点两个蜡烛，这正常吗？这边可能要需要两发炮弹。不是两发炮弹吗？一发炮弹的话，等一下，不对啊，我是要过去的吧？我是要跳上去的吧？哇，飞不够上去。不行，第一发打低一点，然后我要在他到点之前跳上去，跳进去打第二发。啊，还是不够高。还是不够高，可恶！时间比我预计的用的多了一些。啊！
还是上来了，虽然多花了很多时间，但我还是上来了。吼！我上天了。没错，灯塔它就不能放烟火，可以有小蜡烛，你是很有存在的价值的哦。他决定要当一个是放天灯用的蜡烛。烟火点燃华美的乐章，小天灯坐上小蜡烛，坐上天灯，看到了远方。最后一个章节了，这下这个蜡烛的数目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懂没？先让我回头检查一下，你有没有把蜡烛藏在起点？不然你是怎么搞了那么多蜡烛的呢？等一下，天灯飞走了，不带我吗？那这样我要怎么点蜡烛？带绳子的，
这么多次，有点危险啊！等一下，哇，这边这个有刺哦。行动在我就有点怕这一关没点到蜡烛。此处是否应有蜡烛？控制一下你自己，控制一下你自己，天灯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，不要太激动，小天灯，你不要太激动。还有一个，先把存档点给点了。然后这么多蜡烛是什么情况？哦，点亮所有的，点亮所有的天灯。这个然后我要到另外一边去，走上面吧。先把后面的先把这家伙给点了。
飞走了。好，再就是最后一个。快结束了。最后的最后，那我刚刚其实完全不用那么急着炸，因为最后还是要炸这一个。我来啦！小天灯，我来啦！等我，等我，我上车啦！温馨的结局，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温馨在哪里，但反正看起来是很温馨的嘛。他找到了他的逐生方向，他成了天灯里的蜡烛。可是蜡烛烧完就要掉下来了，也怎么办？这个蜡烛看久了还蛮可爱的。他是不是又看到了那个灯塔？远处又一次出现了灯塔的光芒。灯塔在黑夜中闪耀着，依旧那么高大明亮。但小蜡烛有了意外的发现，
灯塔一样照亮黑夜。你这个结局设计的挺好的耶。光闪烁着，蔓延向远方，在黑暗中默默地指引着方向。他一路走来是有价值的。好棒的故事啊！啊，这个故事真的可以，这个故事真的可以，太感人了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个游戏就开到这里吧。这是一个很棒的游戏，推荐可以去玩一下，风格就很感人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礼拜一再见吧，礼拜一再见吧。那应该没有缺东西吧？哦，对，这边应该就结尾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吧。那谢谢大家，礼拜一见，拜拜。